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，东半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阵雨。一同来关心各地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，基隆、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，17到28度。中部地区，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、嘉义，17到29度。南部地区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恒春，19到30度。东部地区，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兰屿，18到28度。不少地区，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17到26度。以上是今天的共视晚间新闻，我是尹欣怡，感谢您收看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